这个搬家神器终于有货了，这个可真的是太好用了。我这个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，我给你看看它到底有多好用啊。看我用这个杠杆轻轻地翘起一角，轮子就可以直接放进去，然后再轻轻地一推，就能够将家具移动到指定的位置了。这个小东西可以让再重的家具家电轻松移动，不需要再拼命地抬来抬去，费力气不说，万一闪了腰腿还会撞坏了家具家电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它是 ABS 的材质，耐磨防锈防腐蚀，承重能力异常强大，几个人搬不起来的家具家电，小小的它可以轻松的抬起。今天我们厂家直销，到手只要这个价。有活动的时候你不买，没活动的时候你又嫌贵，别再花冤枉钱去搬家公司搬家了。这是搬家公司都在用的搬家五件套，有了它就能不费力轻松搬动大件家具和电器，不管家里沙发、洗衣机、柜子、床都能轻松搬动。它是由一个小启动器和四个四轮小滑车组成，承重300斤都不是问题。防滑垫可以360度旋转，灵活又省力，操作也非常简单。把小起重器的撬杆塞到家具底下，利用杠杆原理，这样就能轻松抬起家具了。四个小滑车分别塞到家具底下，想搬哪边就可以搬到哪边。